印度寻觅之旅，在印度遇见马哈西。作者：保罗·布鲁顿。翻译：尤可欣、蔡梦璇、汤金兰。十四，帕西救世主总部。从阿格拉到纳西克的路程十分遥远，然而除此之外，我就不再多赘述了。唯有简洁，才能使我的技术止于所当止之,之处。 时光的巨轮无情地向前推转，而他的轮辐也带着我游遍印度各地。又到了我要会见梅和巴巴的时候了。这位帕西的圣人与自成一格的新救世主，对于重新造访他这件事，我打从心底里没抱任何强烈的渴望。怀疑像一条蛇，用它冰冷的身体紧紧缠绕我的心，甚至有股由内而发的强烈感觉在警告我：靠近他只是浪费时间。 那位美赫巴巴虽然是个好人，也一度过着禁欲的苦行生活，然而他对自己的伟大却不幸产生极度严重的妄想。值得顺便一提的是，我曾借着四处旅行之便，刻意调查了几则他号称是自己曾创造过的医疗奇迹，其中有一则是关于盲肠炎，据说患者是基于对美赫的单纯相信而使疾病得到完全治愈。 然而，在我锲而不舍的盘查之下，才得知曾看过这位病人的医生，发现这个人除了严重的消化不良之外，根本检查不出任何真正的毛病。而在另一个案例中，那位据传曾在一夕之间是林林总总的各项疾患得到医治的仁慈的老绅士，除了比脚踝肿胀再严重一点点的问题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麻烦。简单的说。 那位大师具有的神奇医治能力，主要都是被他的门徒夸大出来的。而在一个神话通常比事实传得更快的国度里，这种满溢出来的宗教狂热倒是可以被充分的理解。我不相信那位帕西的救世主可以兑现他曾向我担保的能经历许多美好灵性体验的伟大承诺，但是因为我已经答应他要在他身边住上一个月，我想自己总不能轻率的毁约吧。 所以违背我的每一项直觉，所有的判断，我决意坐上开往纳西克的火车，使他无法指控我从没给他机会，好让他向我证明自己所宣称拥有的神性力量。梅赫把总部设立在距离这座城市最偏远的郊区，建筑物都是一些现代化的房舍，总部四周则有一批有四十名弟子构成的随护，漫无目的的到处闲晃着。你在想些什么？ 这是当他遇见我时最先问的几个问题之一。其实我只是被旅途颠簸所累，但是他可能错把我憔悴的面容当成是深度的静心所引起的脸色苍白。不过没关系，反正我的回答已经在瞬间发出。我在想，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到目前为止，在印度已找到的十几位甚至人数更多的救世主。梅赫巴巴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惊讶。是的。 他的手指重新聚拢，熟练地在字母板上移动。我也曾听说过他们当中的几位。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件事呢？我纯真的问道。他的前额紧缩成好几道皱纹，但是他的嘴仍往两旁牵动，展露出一种自觉高人一等的笑容。如果他们是诚实的，那么很显然他们搞错了；如果他们不诚实，那就代表他们是在欺骗别人。 有些圣人在修行的层次上进步神速，于是紧接着就会发展出一种灵性上的狂傲。这种不幸的事件通常只发生在没有适当的老师去引导他们或提供谏言的情况下。在探索神秘领域的道路上，其实有一个中途点是修行者最难跨越的，而这个点之所以会出现，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盲目的相信自己已达到最高的目标。 因此，只需要再多一点点的时间，他就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救世主。很精辟而且合理的解释。但是不幸的，我已从那些宣称自己是救世主的其他人那里听到差不多一样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完美的，然而每一位也都把不完美指向他的对手们。你用不着担心这件事。这些人全都无意识地在帮助我进行我的工作。 但是我知道我是谁。等时候到了，该是我完成我的任务之时，全世界也终将知道我是谁。在这种气氛下，实在很难用理性辩论这个议题，所以我决定让这件事到此为止。美赫巴巴则愉悦地继续沉浸在他的某些陈腐腔,腔调中，说完才容我离开。我在一间距离他的总部只有两三分钟路程的小平房里安顿下来。 随后即下定决心，命令自己残忍地抛开所有个人式的感情。对于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内即将发生的事件，务必敞开心胸，一律以完美的客观态度加以看待。我要求自己不可以对美鹤有任何敌视的心理，也不该暗地里保持任何怀疑论者的心态。相反的，倒应当有一种期待与等待的心情才对。 此后的每一天，我都亲密地和美赫的门徒们相处在一起。我观察他们的为人处事之道，研读他们的心理素质，并研究他们与美赫之间灵性关系的历史。而每一天，这位帕西的救世主也都会拨出一点私人时间给我。我们谈论了许多事情，他也回答了很多问题，但是却也再没提及他曾在艾哈迈德纳格尔对我许下的古怪承诺。 我决意不试图去唤起他的记忆，而这件事也似乎因此被暂时放下了。有部分是出于我身为一名记者与生俱来的直觉与好奇心，另外一部分是出于一份想找出足够证据的真诚渴望，为的是可以支持我最初的直觉。来这里多跑一趟只是白费功夫，或者可以借机将他们一并解决掉。 我问的问题像狂射的雨点般不时打在美赫和他的门徒身上，而我最终得到的收获之一，就是美赫把一叠原本下令需严加保管的秘密日记转交到我的手中，任凭我支配运用。这些包含了两千页手写文稿的书册，主要是以英文写成，其内容涵盖了类似编年体的体例，针对各项涉及这位救世主与其信众的重大事件所做的记载。 以及任何有关美赫曾以口说方式提出的教导讯息与预言的记录，很清楚的，这些日记是基于一种盲目的信仰被汇集起来的。但是，我把它们当成一把得来不易的探照灯，想据以探测美赫的性格与真实能力。这些对于一名局外人来说，或许是无关紧要的琐碎记载，其中所展现的全然诚实，尽管还带着虔诚。 对我而言，简直是正中下怀，因为我把这些琐事看成是心理层面的反应，使我可以透过他们去追踪美鹤内心的去向。负责编写这些日记的两名弟子都不过是生活圈很狭小、人生经验很有限的年轻男子，但是他们的纯真与对所追随大师的全然信任，竟使他们记录出一些其实是在贬低自己师傅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会把美赫曾在一次搭火车前往穆特拉的旅途中，往一位自己最亲近的门徒的耳朵上挥出一记刺痛心扉的一拳？而这拳实在挥得太用力了，导致这名不幸的门徒后来还不得不求医的事情给记录下来。何以他们会去记录他们师傅给的那套完全站不住脚的说辞？也就是这位向世人传扬无国无私之爱的救世主。 继续佯装自己对某位门徒发怒，以使原本正等待受罚的他，其大半的罪行可因此得到赦免。而何以他们又记下了一场荒唐闹剧？情节是关于一名弟子在阿朗加翁附近离奇失踪，史美赫还因此为他派出一个搜索队。结果队伍在搜寻了几个小时后无功而返，结局却是这个人最后自己出现了。他解释，因为连续好几个晚上饱受失眠之苦。 才会意外睡倒在一间废弃的房屋里，而这栋房子正好就位在美贺住所的附近。这位宣称自己受邀参与天界诸神的意义，可预知全人类未来的大师，竟然不知道他这位失踪的徒弟就睡在灵舍的土地上。我已找到足够多的市政来喂养被压抑在我内心底层的怀疑。我也发现美贺巴巴是一个不可靠的权威，一个喜怒无常的家伙。 更是以自我为中心，彻底奴役他底下那批神智混乱的追随者的自大狂。在最后，我从记事里发现，他还是一位所做的预测极少经过查证属实的预言家。当我们在他临近的艾哈迈德纳格尔的隐修地首度会面时，他曾预言将有一场危及万民的世界大战于顷刻间将要降临，但是拒绝透露确切的发生时间。尽管他曾小心翼翼地预留伏笔。 试图说服我相信他就是那位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而现在透过这些日记，我发现他原来也曾对自己的贴身弟子发布过同样的预言，而且还说过好几次，不是只有一次而已。每一次他都针对这场世纪浩劫的发生日期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每一回随着他预言的时间日益逼近，那场战争始终不曾爆发。 有一年，当亚洲的局势看起来岌岌可危的时候，他把大战的引爆地点设在东方；而在另一年，当欧洲似乎显得前途黯淡之时，而那时的他早已忘了自己先前的预测失灵，转而将地点改在西方。诸如此类的事情层出不穷。当初他在艾哈迈德·纳格尔表现出的犹疑不定，对于大限之日的守口如瓶，如今看来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找来美鹤几名比较聪慧的弟子当中的一位，拿着一连串无法实现的预言去谴责他，而他只是坦白地承认说，大师所做的预测有绝大多数都是错的。我不知道这场战争是否会像一般普通的战士那样的爆发，但是很有可能他会以经济大战的模式出现。他做出纯真的总结，在翻完这些令人震惊的日记的最后一页时。 我似乎只能对他们一笑置之，不过坦白说，我还是得诚实地面对自己，承认我其实从当中读到几篇境界崇高、足以使灵魂升华的讲道。美赫巴巴确实是具有宗教方面的天才，如果他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出任何成就的话，也必然是以这项特质作为立基点。然而，我也没忘记他自己曾说过的。 只是这句话不知被记载在日记中的哪一页就是了。有能力劝诫别人遵行美德，不是自己成圣的证明，也绝非拥有智慧的标记。事实已再清楚不过，我最好能规矩安静地度过在这里所剩余的时光。如果我当真活在这位世界的救赎者与众生的引渡人身边，很遗憾，我竟感觉不出自己有什么值得庆幸的福分。 这有可能是因为我对具体的事实比对虚幻的传说还要感兴趣吧。我是绝对不会去相信那些建构在幼稚行径与落空预言上的故事，受受一群盲目服从不合理指令的门徒，更别说去听取那些只会为听从者增加更多麻烦的伟大救世主给出的谏言。随着我的停留接近尾声，美赫巴巴似乎有意的想回避我。 不过，那也有可能纯粹是出于我自己的想象，因为每回当我确实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接着没过几分钟就匆匆离去。每一天，我都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错误的时空里。有可能美赫也知道我与日俱增的不适感正在困扰着我，我等着经历他许诺过我的美好灵性体验，虽然我从没期待他们真的会降临。 于是我的期望还真的完全实现了，没有一件异于寻常的事件发生，我也没看见任何神奇的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不打算用严峻的口气去质问美鹤，原因可说再简单不过了。我明白这么做只有徒劳无功。然而在满满一个月的时间到期，当我宣布自己即将离开之后，我终于走向美鹤爸爸，责难他未能实现自己曾说过的话。 而他的回应不过是轻描淡写的将这个他承诺可以履行奇迹的日期再延拓个两三个月，然后整件事情就此了结。有可能是我弄错了，因为这种氛围是我从内心感应到，而非用眼睛看到的。我猜想他里头一定有股不安在作祟，促使他对我的存在产生一种异常的不耐。虽然如此，我仍无意与他争论。 我知道，若以自己直截了当的发问，硬生生地迎向他那种善于闪避的东方心理，根本是一场不对等，也不会有胜算的战役。就算是到了最终散场的那一刻，当我友善地向美贺巴巴道别，客气地表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只说他是一位许多人正等着会见的世界级大师。他甚至宣称。 有一天，当他准备好要去西方推动他的工作时，他会差遣人去通知我，而我将与他一同旅行。原著，他后来确实在适当的时候抵达了西方，但是他的预言中关乎我个人的部分，仅证明纯属谬误一场。这就是我愚昧的错把这个人说的话当真所得到的结果。承诺要使人获得灵性上的狂喜，却反而带给人心理上的折磨。 对于这种自我封号的神圣心灵导师，你又能怎么办呢？关于美赫巴巴的奇特生涯与古怪举止，是否有可能找到任何可以让人接受的解释呢？如果只是基于一份肤浅的判断，那么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人视为一个恶棍或自吹自擂的江湖郎中。我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尚不足以解释发生在他生命中的几件事。 可见得这种评判明显的有失公允，我宁可采纳住在孟买的前任法官年迈的康达拉瓦拉的看法。他自从美赫巴巴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告诉我，这位帕西的救世主其实是个诚实的人，只是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误解罢了。这个解释似乎已经够好了，但是对我来讲仍略显不足。在此小小的分析一下美赫巴巴的性格。 将使我的理论更易于让人理解。我在前文已经提过了。当我们第一次在艾哈迈德纳格尔附近见面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种慈悲与温柔的态度。但是从我在纳西克的停留期间，透过观察每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却显示出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薄弱的性格试图展现的冷静与出于虚弱体格的假性温和。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很容易受他人与外在情境的影响，他那个又小又尖的下巴就在这一点上极具说服力。除此之外，他的行为常受许多莫名其妙的冲动所牵制，因此显而易见，他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人。他对于夸张演出的热情，他那种幼稚与东方式的对于公开进行惊人示范的爱好，也充分证明他喜欢戏剧化的呈现他自己。 他为观众而活的成分似乎多过为自己而活，而纵使他宣称自己之所以站上人生舞台是为了执行严肃的任务，然而那些只从他的表演中看到闹剧成分的人，也不用全都归咎于自己。我自己归咎的理论是，那位伊斯兰教派的女修行者垂垂老矣的赫兹拉巴巴简的确对美赫巴巴造成性格上的巨变，使他从此身心失衡，而实际上。 因为这个改变太过彻底了，以至于美赫后来整个人陷入不仅是他自己，也包括他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的失智状态中。以我个人曾和这位了不起的女士有过的接触，尽管非常短暂，却足以说服我相信她确实拥有某种诡异的灵性能力，能够震赫，就算是那些思想最为守旧顽固的理性主义者。 我不知道为什么赫斯拉885会突然在那个时候闯进美赫88的生命，以他的一个拥抱和亲吻彻底颠覆他的心神和意识，也介入了他原本既定的生涯发展，开启他走向一条完全不相干的道路。而这最终的结局将是如何？究竟纯属一场闹剧，或者真能对这个世界产生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我们在未来可以查验的。 不过，我确实知道巴巴简具有相当的本领，能向他施展某些影响力。用隐喻的方式来说，就是让他神魂颠倒，感觉天旋地转。巴巴简给的那个吻，其实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它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基于一种象征性的意涵。透过这个吻，赫兹拉巴巴简把他内在的灵性优雅地传达给他。 然而，美赫所具以发展出的奇特大脑状态，从他的后半生看来，确实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我的心受到一次巨大的撞击，从此里头产生剧烈的震动，长达一段时日。有一次，当谈及此事时，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很清楚，当时的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从未受过任何的训练与戒律来装备他承受这项或许可以等同于瑜伽启蒙的大礼。 当我还是巴巴在青年时期的朋友时，他的门徒阿巴杜拉说：“我从来没发现他对宗教或哲学有兴趣，他总是对运动、游戏和玩乐比较热衷。他甚至还在我们学校的辩论比赛与课外活动中担任要角。因此，当他突然转向心灵领域的追求时，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我相信年轻时的美贺在经历这次意外事件后，确实因此变得身心失控。他从此跌入一种半痴呆、举止仿如机器人的情况是再明显不过了。至于他目前是否已恢复神智上的清醒，则恐怕还没有那么明朗。我不相信他已经变回一个正常人了。对某些人来说，如果在一时之间被施以过量的宗教体验， 练习瑜伽造成的催眠状态或神秘主义式的狂喜出神所产生的精神错乱现象，丝毫不亚于突然服用剂量过大的特定药物会引发的后果。简而言之，我相信美赫巴巴仍未从他第一次在情绪骤然提振后所进入的飘然状态中复原，而赵烟于他的精神官能在他年纪还那么轻的时候就遭遇重度的心灵扰乱。 所导致的精神失调现象，至今也依然存在着。除此之外，我再也提不出任何其他的假设可以解释他不时展现的异常行为。在一方面，他显示出一位神秘主义者具有的全部特质：爱、温柔、宗教性直觉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显示出他可能患有妄想症的迹象，比方说，他会夸大每一件跟他自己有关的事情。 这种状况同样可以从那群曾在精神层次上体验过突然而短暂的狂喜现象的宗教狂热者身上找到。他们往往会以一种察觉到有重大事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姿态出现，而到了这个地步，距离他们提出一些毫无根据、声称自己已达到伟大灵性境界的宣言，其实只剩下一步之遥。所以，他们就开始成立新的教派。 或设立一些以他们自己为首的怪里怪气的学会，而这票人当中，少数几个真正厚颜无耻的家伙，最终会采取的步骤就是奉自己为神明，宣称他们是命中注定要来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在印度，我发现有些人渴望经历透过瑜伽的锻炼能达到意识提升，但是他们又不想付出代价，接受瑜伽要求的训练和戒律。 所以，他们转而求助药物，例如鸦片和印度大麻，借由他们产生各种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幻觉，以模拟瑜伽那种意识上的超脱。我曾认真观察过这一类有毒瘾的人，发现他们有一项共通的特质：他们会大肆夸张他们生命中的任何大小事，而且明明睁,睁着眼睛说瞎话，却坚信自己告诉你的是事实。 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地发展出妄想症，把自我意识夸张到足以产生幻觉的程度。一个有毒瘾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某位女子在无心中瞥了他一眼，于是立刻在自己心里编出完整的一则介于他与她之间的罗曼史。他的世界全都围绕着他荣耀的自我而旋转，他甚至夸大其词地宣称自己拥有某些奇妙的能力。 以至于旁人不禁要怀疑他是否有些丧失心神，而出于一阵阵突如其来、无法解释的冲动，他往往未加思索即贸然行事。一些可以标示出这类不幸者的个性与生活的明显失衡的人格特质，也同样可以标示美和巴巴的人生，但是必须附带这项条件：他从未堕入这些人有可能陷入的邪恶深渊，因为导致他心理异常的根源不是毒瘾。 而是灵性与慈悲的体验。借用一句尼采说过的话，这位帕西的救世主表露的不过是人性的太人性。他为了自己究竟何时才能打破沉寂，在那里故布疑阵、卖弄玄虚，旁人不免怀疑到底他是否真的有胆量这么做。不过，反正不必有什么敏锐的洞察力，也可以看出他的声音。如果到最末了总算出现了。 落入诗人的耳里，也不过是一场虚空。话语无法施展奇迹。他莽撞发出的预言，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被实现。真正要紧的是，这位先知已证明自己是不可靠的。他不遵守自己的承诺，他的预测无法被实现，而他的行径更是自大又怪异。他无法以身作则地去实践他准备向别人传讲的高深道理。 这种人的讲道，除了落入聋人与心不在焉之人的耳朵里，不可能再有其他去处。那么，至于他那票死忠的追随者呢？是否有一天，时间会伸出冰冷的双手来迫使他们觉醒？那倒是不太可能。美赫巴巴的故事是一则典型的关于印度人容易轻信受骗的故事，更可供人顺手提出当做实例，来彰显这项影响深远的民族性缺失。 印度因为拥有广大不识字与过度崇尚宗教的人口而饱尝苦果。这个种族从没受过系统化科学方法的训练，要求理性需独立于感情之外，历史与传说分开，事实需与想象有所区隔。在这片土地上，想募集一大群热情的追随者实在太容易不过了。而潜在的信众包括抱负不凡的有志之士、愚蠢而缺乏经验的人。 还有那些认为将自己与自身的命运附加在魅力高过自己的宗教明星之下才是一项明智抉择的人，在这里我既缺乏空闲，也没有耐心来将他们一一指出。然而，美赫巴巴在他生涯的每一步上都走得跌跌撞撞，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也是。但是他宣称自己是受到神性力量启发的救世主。 而我只是在意识到自己身为一位凡人的有限时，感到痛苦不堪而已。我真正想指出的重点是，美赫巴巴的追随者们永远不会承认，他也有可能因为糊涂与轻忽而犯错。他们总是天真的以为，在任何他所说与做的每一件事当中，必定隐藏着某种神秘深奥的用意，是只有少数圈内人才有幸得知的。他们以盲目追随为满足。 而实际上，他们也必须如此，否则一旦理智抬头，将使他们再也吞忍不下眼前的所见所闻。我自己和美赫有过的相处经验，证明只有助于确认并加深我绝大部分的人生所服务的犬儒主义，同时强化可以遮掩我内在的感性层面的激进的怀疑论。这感性层面，就是带领我在这块次大陆上到处漫游的指引。 遍及整个东方世界，似乎总有人在散播一些周而复始的讯息，暗示着某些重大事件的来临。而到了它成真的那一刻，也将证实那就是人类历史已等待了几百甚至几千年的救世福音。不论你是置身在印度的棕色脸孔中，或是在西藏矮壮结实的群众中，更可能是混杂在中国人斜尖的杏眼与非洲老朽的银灰色胡须里。 你都可以听见此类在宣告即将有大事发生的预言，在这种栩栩如生又热切虔诚的东方式想象中，时机已经成熟，外显的征兆正预告它的来临已指日可数。因此，对美赫巴巴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么做更自然的？骤然产生的心理变化，等于在暗示他将成为人类新救世主的天命。 还有什么比起这项使他陶醉忘情、悉心呵护的信念？有一天，当他宣告自己的身份时，将震惊全世界，可以显得更顺理成章。还有什么会比他那群盲从的党羽把传扬他们的弥赛亚即将降世的消息视为己任来得更自然？然而，无论如何，任谁都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指责梅赫使用的夸大戏剧性手法。 从来没有哪位配得伟大宗教导师名号的人曾用过这种手段，或者有可能去打破人类自从开天辟地以来累世沿用的宗教成规。我狡猾的脑袋忍不住怀疑，这位举世无双的圣人未来还将做出哪些古怪的举措。但是比起你眼前的我这位作者，相信时间比我更能一一揭穿他们，以于世人耳目。 经过以上这么一番深思，我体认到自己没必要否认。其实，透过他柔软灵活的指点，美鹤曾传达出许多意境崇高、有助于灵魂超脱的谈话。不过，有一天，当他从鼓舞人心的宗教情怀跌下来，他的坠落是必然的。然后，在屈尊之下开始高谈他不凡的成就与命运时，那又是有人该赶紧抽身离开的时候了。 因为到了那时，这位人类未来的领导者很可能会变成贻误众生的不当领袖。原著此后，美赫巴巴开始出现在西方世界中，并有一个西方教派围绕着他而成立。他仍然承诺一些等到他打破沉默时即会实现的美好事情。他曾数次拜访英格兰，也在法国、西班牙与土耳其找到拥护者，还去过波斯两次。 接着，他横跨美国大陆，展开一趟戏剧性的巡回演出之旅，途中有大批男女信众追随其后。当他抵达好莱坞时，他得到皇室成员般的礼遇与款待。女艺人玛丽·毕克福在他家里热忱招待，取悦他。另一位女明星塔露拉·班克海也对他产生兴趣。而在好莱坞最大的饭店里，还有上千名的上流人士等着接见他。 他们还在美国收购了大片土地，以成立他位于西方的总部。在此同时，阴雅始终不离他口，而他出访各国时，像蜻蜓点水般的只做短暂停留。到了最后，他的受人注目，只因为恶名昭彰。